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1 火神开启试玩，实际画面曝光。这台摩托车真帅，新诺宁 V3 强度超过万叶，元神 5.3 卡池更改，海灯节提前，平扰劳备暂不上线。第二期混池角色推测元神 5.1 前瞻来了，300兑换码。5.2 减 5.4 卡池大蓝钻，火神将李冰法海灯节登场，平扰劳无聊。元神绝区灵才开两个月，米哈游就想到别处溜溜了。元神 5.1 版本越来越近了，随着希诺宁的不断曝光，也吸引着玩家。主要就是希诺宁的技能定位和外叶太像了，就差一个巨怪。现在希诺宁 V3 技能改动也来了，连改成了 40% 的增伤，中午增伤改成了全队，这么一来明明就是完全体了。不过现在只是 V3 调整，还是要看后续会怎么改吧。另外就是 5.1 魔神任务中可以试玩火神了，这么快就能看到火神的时机了吗？可惜只是过剧情而已，火神试用中不包括技能，只是以火神视角过剧情。哎，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试用界面，可惜没有技能相关的消息。现在想要超前爆料已经没有消息源了，内鬼几乎消失了，但网上却有大佬整了一个套模的火神，看来是非常期待火神进池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从封单开始很多老角色就直接成了弃子，不能说角色强度不行，而是新角色比老角色更香。七神也是如此，以雷神为例，不是为了大招帅的话，可玩的角色非常多，雷神现如今的出场率也已经变低了，每次深渊都是固定的那么几个，再继续下去连纳西达可能都要没人玩了。 5.1 到 5.2 的新角色安排基本都已确定，根据后续卡池的安排， 5.3 到 5.4 版本可能会发生一些更改。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官方已经确定 5.1 有一位新角色希诺宁登场，根据推测 5.2 版本新增角色为夏斯卡和欧洛伦。重点来了，5.3 将开启海灯节版本，并且平扰劳不会进池，这样来看的话复刻卡池或将发生改变。其实从很早之前就有平扰劳要进卡池的消息了，但根据新消息来看9月7日，这个希望有点希望渺茫。虽有难过，但也不必太过担心，毕竟火神也会在该版本上线，热度拉满目前只是推测，大致了解下即可。对于复刻位的推测，钟离基本稳了，另外也有可能是闲云或者是申鹤，这两位还没有进入混池的资格， UP 次数不够。既然是海灯节版本，那么自然也应该把第二期混池给端上来，长时间未复刻的甘雨可以给他安排到混池中。另外几位角色推测有胡桃、克勤、叶兰、萧，具体安排还要等官方消息。众所周知，原神那塔 5.0 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距离 5.1 卡池越来越近，有关于 5.1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豹女希诺宁的例会官方也已经公布，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1 前瞻直播的相关消息了。目前来看 5.1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开启预计在9月27日，距离现在也就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除了新五星角色希诺宁相关的消息以外，到时候也会公布 5.1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以及300原石的兑换码，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总的来说就是 5.2 到 5.3 卡池会有四位新角色登场，其中 5.2 卡池是两位新角色，五星风系弓箭成女恰斯卡，四星雷系弓箭欧洛伦。 5.3 卡池则是五星大剑火神马威卡和五星冰系法器粉毛少女茜特拉利登场，四位新角色登场还是非常香的。不过版本跨度大，随时改动都是很正常的，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对马海来说毫无疑问又是一次大动作，前几天该游戏厂商的一纸招聘一口气放出了五个预言游戏项目，信息不少又很不寻常，非要概括的话，那就是马海在二游待得太久，或许要到别处溜溜，也学习学习别人的风格。怎么说呢，马海现在的决心与野心都挺大的，不满足在二游开花，也想在整个游戏赛道齐开花。你看原本马海只有崩坏 IP 和原神撑腰，产品单一容易崩盘，现在预言一下子就出五个，现代都市游戏题材、写实奇幻游戏题材、动物家园题材、崩坏 IP 系列、卡通射击游戏题材，这些都是目前市场火热的游戏，马海都要碰一下。那一座大做强的意图明显，但不是所有玩家都欢呼期待的。游戏预向怎么多，相继或同时研发，人手资金足够吗？产能能支持吗？你想想原神的优化以及运营态度，如今已是一个难以避开的刻板印象，玩家怎么想很容易猜到。米哈游在原神成功后四年里积累了大量资源财力，而且刚好是处于游戏行业狂飙期，这四年才出了两款新游，显得束手束脚，按照同行惯例早就下饺子一样产项目了。现在行业退潮期，同行退缩让出的份额，米哈游开足马力上，看来是盯上了这些空出的份额吃别家的经络，所以声音未起质疑已出，
这也算米游环境的主流节奏之一了。怪不得玩家会这般想，毕竟游戏多了，每一个都是精品的可能性就会变小。预言游戏期间肯定会面临各种未知的因素与风险，预言项目不一定最后会上线，有可能做到一半砍掉。加上还预言中抛开了坚守的 Unity 引擎，想去4v5虚拟引擎，肯定晚了其他厂商一步，所以难免会揣摩 MAHI 是不是在疯狂用数量填线，直到出现爆款的意图。或许在元崩决之后， MAHI 终究还是要把老牌大厂的路走一遍，所谓的老道路是走量不走质，也迫切的想成为一个大厂。